欸，我的这为什么有萤幕？没有啊。我吓我一跳，刚刚反光看到有。你没有。基多利波。好。好，走吧。现在是可以滑的状态啊。我是啊。好，那就去22吧。怎么今天很没人啊？今天怎么很没人的感觉？雪那么大，我这一格很危险，那个滑滑的。我刚刚不是讲的吗？我刚刚不是讲那个滑滑的吗？没有，我没有滑。那你为什么那么大声？因为我的雪板一台放到上面的门框。好。我看不到那个缆车有没有在动。早上8:40，8:40，额头好凉哦。啊？哪里？右边铲雪车那里。好了，应该没事。这里开始可以下坡了。推推。好，我也看到缆车有在动，想说没在动，走过去不就白走了？有啊，有在动，我看到。我还没热身呢，后面没有人吧？好漂亮。鞋子都泡好了哈。鞋好松哦。哎，很难哦。
次有在动，怎么变没在动了？刚刚有在动啊，我是看有在动才要走过来的。好像还拉着线呢、欸，好像还拉着线，啊，还没开。好像还拉着线，九点是九点才开啊？是哦。嘿呀。那我，哎，我看几点？九，那里有时钟，八点四十五。要往上爬吗？很累耶。要怎样？那边转来转去的不是缆车。没有，刚刚他有转，然后可能又停下来了。哦。他好像九点开。所以呢，你要爬上去哦。要走刚刚那个岔路，有人踩过的比较好。很累，不想。那就在这里。还是你要去坐？还是你要去坐山顶的？你要吗？我都 OK 了。啊，只是你说山顶现在滑下来没什么，是不是？一来没什么，二来那里也要推一段，才能来到这里。哦，也很累。对啊，一样要推。在这里站着也好，站他门口。那我现在走过去，可能又要花三分钟，慢慢踩。对啊，九点然后四点十五。现在感觉到有太阳亮亮的感觉。嗯。站着也好，我还想坐着嘞，我想坐在地上休息。走，因为站着不是休息，坐着才是休息。反正他也没有要提早开，我们就坐着。嗯，要不要？不要。那就坐着。要一直让手套里面保持干爽，因为里面真的有够暖的。我要出来让手凉凉。那我这样握拳好了，手指那边。你有觉得现在手超暖吗？有。你看，我怕流汗，有点怕。没有到流汗的程度吧？啊？没有到流汗的程度吧？我有一点。然后警卫就说你们要去哪里，那个配错说你们要去哪里，带你们去。嗯，最好有这么好的服务。是啊，就说啊，我们客人就那么少了，就拜托了这样。
能见度有诶，一个杆子。而且啊，嗯，它就算是九点要开，嗯，上面的椅子的背后的雪，它应该要转一转，扫一扫，它应该通常都是提早开的。它现在没开，不知道是不是出车。出什么车？不知道了。为什么又要拍一张？就是拍啊。好了，这里是 Utopia 第二立场。嗯。有人，应该是 Patrol。啊 ？Patrol， 两个 Patrol 是穿 ski 在巡逻的。然后怎么那么早来？他们是第一个来的，开门前就要去。你会不会就看到一个 patrol 手上拿着一根棒棒，路上捡到的？嗯，没有。所以他们的模式就是白天会在就近的缆车，晚上集中送到下面去。他意思应该是这样，但是下面就叫我去每个地方问问啊。下面是叫我去，因为他那边就是没看到，嗯，所以他就给顺便给你，因为搞不好有人就还没送啊什么的，嗯，或者是 Nita 什么的。这阿伯都没有要开他的车哦，阿伯。我说他没有让他运转啊，没有，因为他们盯着一个地方看。嗯，这种是捏不出球的吧？粉捏不出来吧？对啊，这边也是粉的啊。那天不是看到一个女生在捏，粉就捏不出来。穿四件真的就不会冷，你会冷吗？你现在穿两件吗？我现在是多一件，就跟昨天一样的穿法。我也是，但现在帽子、脖围都还没上。第一天就被冷到，所以就从此就穿很多。第一天是最冷的。我觉得我去大声上厕所的时候，嗯，就已经没有了。嗯，那就是很长。因为上厕所一定会知道有根棒子在那。掉在最难找的地方、啊。其他地方也许都好找，不过这里搞不好到处都不好找。雪太多，一下子就被埋起来了。嗯。我要去很长。去啊。现在是要陪我去吗？本来就想滑那。好。意思我是觉得就是滑黑机啊。但是我刚真的有听到有什么东西在点检中哎、欸，我好像有听到黑机，然后跟点检中这个关键字，所以你要不要现在没事你看一下 app， 看一下今天的那个营运，真的啦，嗯，我真的有听到。下去到那的人不就糟糕了？
我又找不到正确的网页，然后我去到的那个网页是很神奇的，它就只有个 Great Coast 情报，但是我看到了，只有滑走可，滑走不可。这边都滑走可啊，飞机呢？都滑走可啊，对啊，都可以。那是今天的情报吗？对，刚捞出来的。嗯。我觉得应该九点了，8:56。那为什么还是不刚刚开始转？不知道。我的鼻子在里面还在外面，请放好，又露出来了。屁股有很脏吗？都是血啊。我不是拍了吗？好了吗？还可以，拉链上而已。这个人从后面走过来，神秘。对啊，我还有个在吗？摇一摇，都是雪啊！摇一摇啊！喂，我走。拜拜。喂，好，你好，刘先生，现在是AU3机场，过去的旅客。
过去一点，过去一点。这个吧，这个猖狂的样子，这个。水进来会撞起来。哦。眼睛受不了吗？没有，眼睛不会受不了，但是血镜一定要放好，不放好会遭大刀。那知道你刚才不先穿好，都已经准备这么久了，我还有购物的。我是说刚刚才撞下来。撞下来？在上椅子的时候突然撞一下。哈哈，掉下来？对啊。怎么会掉下来？我来着，后面可能没有勾好，所以那个袋子往下拉，然后再上来再孔一下。就觉得你一阵慌乱，在慌乱什么？而且我发现我坐的这里还剩很多，我怕你，你刚刚让我已经快要挤到椅子外面，所以我就很赶快要挪过来嘛。所以整件事就这样子。好饿哦，不知道在远哦。哇什么？你说他刚去，他是不是去检查？不知道，就是他要走完才能开。好像有点没有效率啊，就是安全呢，他没。你有看到他们的站里面的标语吗？不要猜测，要确认。哦，不要说我猜那可能好的，嗯，就是去一定要去确认。嗯，这种事情，安全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连这里都什么都，山顶应该什么都看不到吧？哎呀，山顶连滑都不能好好滑，就不知道路在哪，不知道路在哪。就是如果大晴天，连昨天晴天滑过，现在叫我去滑，我也不知道路在哪。我觉得大晴天滑应该还蛮舒服的，尤其山顶下来，应该几乎不用刹车。漂亮。啊？漂亮。嗯。你觉得他们有比昨天更厉害了吗？这些书积得多一点，包更多，比较圆了吧？哎、欸，忘记看那个假蘑菇了。嗯，昨天那一头不知道有没有路过、啊，搞不清楚。现在那个景色我们完全认不得。好冷哦，好冷哦，随时可以再加一件衣服。你没得加了吼。嗯，我是没得加，但是我会的也是。所以你觉得昨天 Patrol 是看上这个的人，他觉得他们是要走这条，所以他就在这里关门灯。那这里不关的话，那个缆车就不能关。哦、oh。那昨天狗哥也是讲那个什么松什么超还是什么来、就是那个缆车。就是我们这个要冲过去的、啊、那个。对对对，这条路上的人情况，那个缆车才能停。虽然他讲时间是这样，但是。啊，昨天他其实也可以把它关起来，然后逼我们去坐山路站就可以了。只要我们下得了山就好了。嗯，是啊，他是。哦，好饿啊，今天。是错觉吗？这一只好大。啊，本来昨天看就很大、啊。它好像有点像高级的，我草又后面。刚才我坐在地上都风啊，好冷哦、喔，风的差别，现在风从后面往前吹，我的腰这已经算好的了，我的棒棒，如果风是从前面往后吹，威力会变加倍，因为我们也往前进，雾到什么都看不到了，看到站啊，看到人，看到站而已啊。急急忙忙的要退走，因为你会被撞，我又不敢坐左边，因为我怕 我不习惯，到时候被撞，所以给你被撞没关系，其实不会倒，就是膝盖会被顶下。啊，还要再加一吗？连一早都要给人家讲。好，开始满地找。没有啦，走啦，走去哪？走去哪？你要我先吗？对啊。我先。我又不知道要走哪里。
就是往左压。我怀疑后面两个人跟踪我们。不用怀疑啊，我也是跟着前人的轨迹，不然的话我们在中间就有听那种。我觉得他们跟着我们。
我黄，哎呦呀，哎呦呀，滑不上去，卡住还倒退路。我就没有跟着哎，控制不了哎。话都没嘞，他还在跟踪我们呢，他真的跟踪我们。没关系，让他跟。我们既然是前辈，早两天的前辈，然后接着跟这个轨迹。
还是刚刚那边？你哦，你要越级再滑一次，还是等一下从百万人下去？都可以啊。因为上面上来的话，下来可以选择绕去百万人，你可以直接又走回来，对，再滑一次这个好了。哦，有一点想尿尿。我早上喝咖啡了。这种好像你要去黑鸡尿尿。这样有点浪费，因为去黑鸡还要推过来，所以就去大神。你刚好找东西，我刚好尿尿。对准的话
阻力的话，一块一慢这样子。对对对对对。哦就是、所以会觉得这样会容易摔倒啊？没有，这个时候就是左右脚的那个控制力道，就是用在这个时候啊。是主要脚只用一只脚的话，另外一只脚就比较不会受到血的影响、嗯，因为你会稍微把它抬起来一点点，所以那一只脚几乎不会受到阻力，然后就比较拉得回来。偷看一下啊，已经有人开过那条了，百万的。现在几点？九点快半。九点快半，好了，还是直接去大森。好、啊，右边有人开过路，所以我就觉得下去了吗？不是要再这样还要再滑一波呢？你不是说再滑一次吗？好、啊，再滑一波，我是怕有点晚。啊，好像看得到了。好像看到。
什么华东倒西歪啊？我有点华东倒西歪哎、欸。接下来是比较平的了，哼，是我们来的地方了，哼，所以现在开始可以用比较轻松一点的话，我滑东倒西歪的，现在可以放松放松，
我一起撤降，从最左边。我有岔了一下，哎呦，我有摔了一下，然后还溅起很多血。其实你一下缆车就是这种雪。
到自己的。你记得我放在哪里吗？我完全没有在看，我就在那边自己做站壁啊，哪会看到呢？你刚突然急转弯的感觉，害我吓一跳。我看到路牌，觉得这条路才是对的。然后那一边的话，就会拉到那个出口。哎，其实那个出口也行，好像是哈。嗯。
混乱。哦，也要有能见度了。哼，偏右边吧。你是要过缆车旁边？对啊。好啊，去啊。都看到地耶，其他都没有人的线。好亮，是吗？蓝天，赐给我神奇的力量，找到棒棒，拍出太阳。啊？怎么办？我看是不是忘了，一定要找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不知道这样怎么回大声啊。这里是横仓不是大声。二七拉上去就大声啦。哦，就要再找一次。好啊。
你顺便练习向下啦。要啊。你看哦。我在哪里摔的？完全没有想法哎、欸，这根本看不到啊！好吗？对啊，这次雪盖起来，我就管它的，就照平常滑吧。我觉得很难。对啊，太厚了。对啊，而且是不是这边都不知道？哎，好吧。
种横枪阵地雨是早上来的还是下午来的？下午来的。我想一下，下午吧，吃过午餐，还是吃过午餐前？我还是早餐来的，因为我们午餐晚点吃了，所以我们在黑。我觉得怎么好像搞错，好像早上来的。那早上跟下午有什么差？啊，我早上没有拿棒棒出来，是下午一点多以后掉的啊。所以你觉得不可能掉在哪里？我也不知道，你问我有摔，我就是这里有摔一下。嗯，搞不好掉厕所前。是要去大声上厕所然后找，是吗？对对对对。这还好啊，雪超多了，很安全啊。往下会怕吗？啊，不怕了齁，我就说，那你有看到我就是敢往下吗？哈？啊？你有看到我就是敢往下吗？哈？你有看到？我也是会累。啊？你进来稍微喘一喘，这样子又到了大腿肌肉了。又热起来了，手冒的点汗，无时无刻拔下重操，你也来一下。包什么？没有声音。对，没插到。插掉。手湿湿的。照我照。你说上午下午啊？好像是上午滑的，然后下午要再去大森三十米都不可能，好像是这样。是吗？不对啊，如果是那样，你中午就会 check。我就说拍是下午才拍没？什么叫中午 check？ 就是下午才拍的啊，下午才。应该说下午才跑去山顶。对啊，第三次。然后搞360。嗯。然后对，所以是下午。啊！但是我问你，横枪是什么时候滑的？好像是早上，对不对？哦，你说摔那一下？对。我们黑鸡拉上去一次，接着路过横枪，你就说要去，我就跟着去。所以我们路过横枪的时候，第一次路过横枪就去了。第一次路过横枪。走黑鸡的那边的话，不走百万人是不会路过很长的。我猜是下午啊。可是下午我们一开始就往上冲了、啊，然后滑完树冰远就直直直直直，然后就滑大神啊。然后就说我们再继续把这里探完，所以就探到大神了。对啊，是。然后下午只是探，没有。好，再去大神问问看。嗯，那样子是比较好的，掉在路上比较有可能被捡到。那有一种真的不知道掉在哪，或者是掉在厕所。我真的以为我掉进放进包包，所以我都没有想，因为我明明就在那里在那试，然后站着在路边。我就说在大声的厕所里，包包有呼噜转下去。你记得我讲的这件事？不记得。你这样说，我先看，那你就看，然后要准备要走之前，你就啪掉了。然后就是哇，然后你就说什么是有抓到没掉还是什么，但是你还是掉了一只手套，你完全忘记了，我记得，就是我们坐在那里等的时候啊，坐在厕所前面，但是我都有回头看把东西留下来，嗯，但是你有先上厕所，不会掉在厕所里，掉在厕所里应该上厕所的时候没有棍子的印象，那么明显脱裤子当然知道棍子我在那里。哦，那时候觉得没有。我的猜测是从袋子里滚出来。
大声下去啊。那现在走大声小 B 小咖啡下去，还在下雪，刚的晴天不见了、一个洞而已，预报是说下午，所以中午过后才洞会更大了。你现在尿尿很急？没有啊，但是我们就是要去大声嘛。还是你说三五郎化晚到？有一点。现在这样接可以一路接，现在是十点，应该还可以啊，还早。但是要推一下，用二十八号接法的话要推一下。你要就去，你就是要去大声？是啊。对啊，那还是要什么二十八号接法？大声往上拉。二十七接二十八，是不是？不是二十七。大声往上拉，只能接到后面那个地方，那个什么，横唱自闭旁边那一个要推半天的地方。所以必须又要滑回横唱。对啊，有点不好接了，不过没关系，反正还是要去问。那就昨天回家的路线不是吗？对啊，还是你要下午问也可以，但是你怕到时用不到棒棒这样。对啊。我猜预报是四点的话，大概三点多吧。然后我们11点吃，可能12点走了，就直接来往这个方向来。这个地方是哪个简单？不要，我觉得好这边回家很困难。对啊，来简单，回家困难，所以我们会早来啊。我就是说吃饭晚就直接来。等会，这个上来就已经在偷偷楼旁边了。是啊。那我们现在要滑下去哪里？滑去大声啊。哦。要滑了吗？滑这边是。这两个人可以做车位。
路线，然后我会用比较迂回的滑法，我怕你又嫌我，你先滑。为什么要用迂回的？我喜欢这样滑。这里有一个小路口叫大声小咖啡，我们昨天没滑过，这是我们看到觉得还好的那个地方。要滑啊？就没滑过来滑。好、哦，大咖啡滑过了，被人家弄出一堆馒头。哦。这里有个馒头的遗迹耶。好深哦。卡住了啦！哎，我看到那个了，动不了，还后退，刚快要站不稳了，就冲进来了。哦。那就上半部，
碾过去，下半部跟着那条轨迹。哪跟得准啊？跟不准就算了。哎。很深呢、欸，嗯，哎呦喂，嗯，这样子还要嗯这样撑过去，他们的咖啡就是那个吧，馒头山吧。好酸哦！对啊，我在这里跑屁啊！设进去问，上厕所。我想去那里再上，我还没。要关。啊、要关。